OK 这样子我是日本人耶，美丽有反应，看我的反应，有主有影，有主光又有反应。今天跟我的好朋友史蒂芬加咖喱一起度一个小假。为什么我要来这边度假呢？因为我们喜欢吃海肠。你喜欢吃鲍鱼吗？这个东西我也吃，但是我不太喜欢。今天要听的这首歌，这是很之前的歌，蔡依林的《怪美的》。为什么我会听到这首歌？因为那时候她在金曲奖上面唱，就觉得哇，好漂亮。但是这首歌有一个唯一的缺点，如果少了我，美丽本人，有谁对美又还更了解的呢？要知道什么叫做美，问我就对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她这首歌《怪美的》吧。对。怪美的，怪美的，哦，一格一格的头脑这样子，哎，全体起立，主席就位，我正式宣布开庭，被告人行政权，请检察官朗读起诉状，被告未达大众所认定美的标准，美的标准，罪行严重。那个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美的标准，法官要他说话，他就抖着肩膀这样。上一次骑摩托车，警察就拦我下来哦，他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？二话不说直接开，他就开我单了。哦，他说我这样藐视公权力，你说说看啊，这样子藐视吗？继续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说那个。这样子就是有罪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才是标准，有肚子才是标准啊！脸要跟我一样，这种标记的美感。好听啊，其实，到底坑巴怎么站稳？到底坑巴要怎么站稳？东西很不好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顶下来讲这个东西。我想这就是硬讲吧。这一集如果不好笑，我就用阿爆带过这样子。他去餐厅怎样？哇，满桌肉，棒，好吃的感觉哦，棒。为什么拿走？为什么拿走？菜啊，这样子不会饱啦。小天使，你觉得肉棒还菜棒？我喜欢肉棒。哇哇，小天使果然啊棒。你的技术吗？你们再看看我吃东西的样子。如果一人给一杯奶的话。如果杯子哪一样，拜托，笑我真心感好不好？直接看错重点。
吸吸他，吸吸，让他吸，让他吸，啊！哇！好屌的 MV 哦！爆！制造大浪的 MV 耶！哦，老水。很帅耶，最后竟然跟法官大人一起跳舞，让我无罪吧，于铁雄法官，哇，藐视法庭的最高境界，扭来扭去，然后最后怎么样？爆 ！OK， 今天这首歌我非常喜欢。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？法官问话屌都不屌，讲话抖抖抖，藐视法庭，喜欢不给记录，只给制裁，喜欢我喜欢他脸上整个都白白的那个样子，好看。最后全部都啊爆光光，这首歌推荐给你。每个人都是一个完美的自己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，就像我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，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美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做自己，保持自在，听懂了吗？呀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在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都追踪起来。那最后，如果你对这个影片，并且你想听我对什么歌起反应的话，在我的下面留言，让我记得一下。